大家好，这里是 Pita One Life， 我是 Tom 大神。在尝试了各种不同的自驾出行方式以后，我们决定在2018年改装一辆属于我们自己的面包车，用一种叫做 Van Life 的旅居方式开始我们在路上的生活。在这个 Vlog 系列里，我想带你们开着这辆名为大白的 Van 走走停停，看看北美的自驾 van life 生活，体会在路上最真实的一面，有欢笑，有美景，有尴尬，也有惊险。第一站，我们要去到一个叫做 Overland Expo 的聚会，据说这是个越野改装界的一大盛典。这一路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次我们的目的地是德州，但是路上我们会经过北卡罗来纳那边，现在有一个叫 Overland Expo 的聚会，然后一个活动吧，我们现在就要往那边赶过去。现在的时间是这个2018年11月8号周四下午的5点钟，然后我们现在往北卡罗来纳开，预计呢应该明天能开到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会在路上，在美国就休息一下。这个 video will be famous。好了，祝你一路平安，准备走了，这个多谢我。没啥好给，没啥好给你的。带着你的原味发卡。好的，好，祝你平安归来。好啊，然后你归来的时候，我们再去玩点别的。那你真的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好，好，我这个，再打点气儿。行，再打点气。好，没事没事，一会儿咱们。好巧啊，啦啦啦，人生体验不到了，狗生。来，这是我们旅程的第一餐。好，在我们车里吃着鸡块，吃着麦当劳，还没有过境，不知道今天什么时候才能过，马上过。最后春夏四季，舍不得挑剔，最后退
终于开了。前面看到右边这个好像也是个 campsite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，不知道能不能进去。这个对啊，是个 campsite。反正这个我们终于开了一天，又加昨天一晚上，到了 Overland Expo East， 然后到了北卡罗来纳这个地方叫 Hendersonville， 但是呢，我们被告知已经全满了，它因为下雨有一部分 campsite 被冲掉了，然后没有办法进车，车进去也会陷进去，所以，到现在我看我们很多车都已经拐了出来。我们现在出去到 Hendersonville 的镇子里边，看看有没有地方能够住。现在一点信号都没有。好了，这个今天可能就到这儿了。明天我们再看看怎么再进去。拜拜。拜拜。Overland Expo 外边的沃尔玛，我们现在在吃晚饭。刚做了一桌买的。一桌做了一桌买的，对，反正有面，有青菜，有肉，多好，主食青菜蛋白质都有，对吧？很健康。不过真的挺还挺这个客气的，倒是挺客气的。我们被警察赶了，现在警察说不让我们住在沃尔玛停车场，然后给我们指了另外一个地方让我们去住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走了，我们离开沃尔玛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去。肯定很多人没有啊。现在的是吧？本来是我的 teardrop 在这里。There you go. This is already like an expo. 我们现在终于到了这个 Overland Expo， 不容易啊！又是等 shuttle bus 等了一个多小时。Yeah.
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，它美不美丽，它差有没有一毫厘，有何关系？每一个人伤心了就哭泣，爱了就要去，相差那不过天地，有何刺激？太多太多魔力，太少道理，太多太多游戏，只是为了好奇，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？有什么东西死心塌地？一个一个偶像都不爱如此，沉迷过楼上一个个小时，谁是上帝哈利，谁又是上帝？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？最后剩下自己，舍不得挑剔，最后对着自己也不能看得起，谁给我全世界我都别怀疑，希望不放就开朗荼蘼。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，它美不美丽，天差有没有一毫厘，伤心了就哭泣，饿了就要吃，相差那不过天地，有何刺激？有太多太多魔力，太少道理，太多太多游戏，只是为了好奇，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？有什么东西死心塌地？一个一个偶像都不爱如此，沉迷过像一个个小时，谁情商天海里，谁又是上帝？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？最后剩下自己，舍不得挑剔，最后对着自己也不能看得起，谁给我全世界我都会怀疑，希望不放却开朗荼蘼。发现了什么？一辆 Tennessee 的车，但是是消防团日本的 4-wheel drive TRD rim。 我靠，眼睛鼻子，它美不美丽，
天朝有没有一毫厘，有何关系？每一个人伤心了就哭泣，爱了就要去，相差那不过天地，有何自己？太多太多魔力，太少道理，太多太多游戏，只是为了好奇，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？有什么东西死心塌地？一个一个偶像都不爱如此，沉迷过楼上一个个小时，谁先闯进哈利，谁又是上帝？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？最后剩下自己，舍不得逃避，最后对着自己也不能看得起，谁给我全世界我都别怀疑，心花怒放就开了荼蘼，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。 Hello B 站和 YouTube 的小伙伴们大家好，这里是 Pick Up and Life， 我是 Tom 大神，我是 Barbie。2019年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一年，在历经几年对 van life 的摸索之后，我们终于改造出了一个符合我们心意的 van， 并且开着它在北美自驾生活了100多天。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这里，而且对 van life 感兴趣的话，请关注我们的频道。2020年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房车改造以及北美自驾生活的心得。B 站的小伙伴也欢迎一键三连支持我们哦。